边的山上有两头牛，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。 哎呀，二米又咋的了？还又咋的？又耍驴了呗？哎呀，你别吓着孩子，你跟谁呀？这又是钱顺风呗？这钱顺风多好啊！你说走这一个半月，一下给你邮来仨包，我要这么多包，你不用。哎，没听过那句话吗？包治百病，还不稀罕呢啊！拿来。我要的是孩子的爸爸，我自己的老公钱顺风，他这个人。哎呀，人二姐夫不说了吗？今天就回来了。回来有什么用？回来，小点声，吓着孩子。你干啥呢？回来有什么用？我跟你说，刚才他们公司的那赵秘书还给我打电话呢，说问我说他手机打不通了，问我说订明天早上还是明天晚上的机票。这出去一个半月了吧，回来还要走，我这个家他有什么用？哎呀，顺风不是干事业，给你娘俩挣钱去了吗？就是，哦，挣钱就不要这个家了，没事给我买几个包有什么用啊？金钱能买来亲情啊？金钱能买来陪伴吗？哎，别不知足了，啊？人二姐夫对你多好啊，啊，还能挣钱，总给你买包，不像那个王小倩，一个礼拜七天，天天都是礼拜天。跟他比什么玩意儿呢？再说了，你知道啥呀？他今天后半夜回来，明天一早就走，啊，他还总走，我今儿让他走，我走到前面去。哎哎，你越来劲了是不是啊？你干啥呀？我走，上哪儿去？给你。我跟你说，小米弟子啊，我是你亲二姐吧？是啊。行，那你现在就给姐想一个啊，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，我让你二姐夫累死了也找不着我的地方。你就让我二姐夫找不着你吗？那还不好办吗？那你就得去个鸟无人烟连信号都没有的地方。对，就是有去无回的地方。行，不就有去无回吗？啊，那你就得去南美洲，那地方有食人鱼，保证你有去无回。就这个地方，你说去哪儿？你就去那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大姐，我豁出去了，我就要去这几个地方。二姐，那是一个地方。那是一个。就你说这个南美洲隔了嗓子，这出没出和平区？哎呀，出没出和平区？人小米不说了吗？南美洲。就南美洲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钱顺风回来，你俩得配合我。咋配合你呀？按原计划嘛。这是。看我眼色行事。啊，好。我回来了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媳妇儿，我回来了，看看我给你买的包。不要拦着我！二米，我给哎呀，二米，你干啥呀？二米，你俩干啥呀？咋的了？这咋的了？交给我。哎，二姐夫啊，你挣钱了啊？买这么多的名牌包包啊？对呀，你二姐的，不是你的。哎呀，你要这么多名牌包包有什么用啊？我又用不上。大姐啊，给你。哎呀，你看。给我，你看我这就在家厨房里，你说我也不太出门，你这东西我拿着好看吗？你看，哎，要不好看啊？你瞅我大姐、哎、一副没有见识的样子，你啊，这给你拿一个吧，给有我的，你哎，我要那个不是干啥？哎，我看看儿子上一边去，用不着你看，你俩能不能给咱妈留个买菜？行，那个的，等会儿，给咱妈买菜，啊，这包这么贵。买芹菜，不是你一个一个留着用呗？咋的了？这是？关键是我用不上了呀！啊，我明天一早就走了。走了？上哪儿去啊？我上哪儿去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说那地方，南美就够了吧？哎，小米粒，什么地方来着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嗯。哦，在哪儿啊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挨了一大嘴巴子，我一大嘴巴子，我呼死你周还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大老远的，你跑去挨个大嘴巴子，你去干啥去？我去干啥？我是不是得干点什么？大姐 啊，对，
那个二米正说把你们俩这些年积蓄都带着上那边发展去。发展啥呀？发展呢？做买卖呗。做啥买卖呀？咱家有我一个做买卖的就够了，你们姐仨就等着吃就完了。那怎么？那俺们姐仨吃货呀，还就等吃啊？那我们怎么就？是不是大姐？告诉他咱要做什么？啊，对对对，那个阿米粒儿那个想倒腾点那个葫芦岛干豆腐、锦州烧烤、盘锦的大河蟹，怎么的？不行啊？是啊，行不行？不行啊！我明白了。到人家南美洲啪挨一大嘴巴子倒腾土特产，黄倒腾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要去投资，去南美洲投资。行行行，你投资，你啥时候回来呀、啊、还回来啥呀？我准备投资项目了。投资啥项目啊你啊？哎呀，任何一个项目啊都比你那项目强啊。啥呀？我已经上网查过了啊，人家那个什么地方来着啊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又是这个，我就准备把那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进行投资饲养。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饿食人鱼啊。我明白了。嗯，媳妇儿啊，你是想干一番事业？是的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干事业是男人的事儿。现在咱两口子有孩子了，你就在家照顾孩子，我干事业不挺好的吗？哎，啊，顺风啊，哎，你不是跟我说过、啊、你做生意特别不容易吗？是不容易啊，而且挣钱特别特别难吗？嗯呢，我这是在帮你呀、啊。啊，你想想 啊，咱们家这个房子首付你交完了吧？交完了都。月供是不是得用钱呢？啊，这一家的吃喝拉撒是不是得用钱呢？啊，你看咱现在有儿子了吧？啊，奶粉用不用钱？啊，过两年上幼儿园用不用钱？上小学用不用钱？上中学用不用钱？上高中用不用钱？上大学用不用钱？以后儿子结婚生孩子用不用钱？你说就咱俩以后要生病了，是不是得用钱？如果不去那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上哪来这么多钱？不是，等会儿。我怎么觉着我掉钱坑里去了呢？不是，你干啥非要去那个那啥地方来着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记住了没？我记不住，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你啥时候回来呀、啊、哎呀，我准备呀、啊、先在那儿签五年的合同吧。啊，也就是说五年以后你才能回家呀？五年以后我还要扩大生产呢。啊，我不仅要饲养那儿的食人鱼，我还要把那个地方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的食人鱼进行深加工。我深加工我知道、嗯、深加工就是你想把那个什么地方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你要烤鱼片啊？你还要把那个什么地方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你还要做溜鱼段啊？你还要在那儿是怎么的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你在那儿扎根得了呗。哎，你就让那个地方的什么地方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饿食人鱼，让他把我咬死吧。咬死你有什么用啊？受不了了，我才受不了啊呢。哎呀呀呀，你死哪儿来呀？你有啥受不了的、啊、到时候啊二米六就是富婆了，他一定能成为，哎，那什么地方来着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饿食人鱼大鳄。我不需要什么大鳄，我需要媳妇儿，我需要老婆，我需要孩子的妈妈。哎，钱顺风，那我以前要老公那时候你怎么说你要事业呢？哦，现在我要事业了，你又要媳妇儿了，不好意思，再见。你站住！你不是媳妇儿，你能不能不走啊？怎么的？我这当老公的还拦不住你了是不是？大姐啊，小米粒儿，平时我对你们不错啊，把他留住。嗯、哎，这边是小儿，我挺喜欢。我喜欢。妈呀，亲情都没有了。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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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你妈妈，你妈妈要撩我。你妈妈不要我们了。那你天天忙事业的时候，孩子早就不知道谁是他爹了。那你走了，孩子不就等于没有妈了吗？我才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妈妈呢。嘿，起来。哎，
家庭，为了我的事业，你就收下这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吧。那二米啊，那个不行、你说我还得照顾妞妞，再说了刚子说我们还想要二胎，让我就怀上了仨孩子忙不过来吧、对对对，你别麻烦大姐了啊，你就留下吧。小米粒儿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达格斯河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一句，我只会这一句啊。我是说呀、二姐要忙事业没时间照顾孩子，你能不能帮姐照顾孩子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我哪会看孩子？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在，在那边了，放下。宝倩儿、你说二姑这两年对你好不好？好啊，比亲二姑都亲呢。那就好办了，那亲二姑求你点事儿，你能答应不？说。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了，为了忙我的事业，你就帮二姑照顾照顾她吧。啊，不行，这孩子太小了，没法陪我玩。没法。那我要是让他和小米粒儿一块陪你玩，你能照顾好不？妥妥必须，你就放心吧。我保证照顾的是漂漂亮亮、立立正正的。那你和小米粒儿就费心了。一家人不用说两句话。哎，啊，你要去哪儿呀？王小倩儿，你能不能别问去哪儿？你只要不问去哪儿，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听你的，不听你的。多少年，我都做着同一个梦。梦里我和小米粒结婚了，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，没想到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还没等结婚呢孩子就有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我能和小米粒结婚，孩子是谁的不重要。小米粒，继续做你的梦去吧。不是刚才你那一番话，你这个人啊，鼠目寸光，你胸无大志，你，哎，你就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啊，二姑父怎么的？老婆孩子热炕头不好吗？啊，你有了就不想让我有是不是？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人品极差。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多幸福。对。幸福，你把幸福还给我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是他爸爸。小米粒儿，他孩子没了，你是不是虎？钱顺风，你还知道你是孩子的爸爸呀？我当然知道我是孩子的爸爸，不光知道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我还知道我是你老公，我是这个家的二姑爷。你行了吧，把孩子给我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钱顺风，你自己算一算啊，从过完年到现在，你在家里待过几天，吃过几次饭，看过几眼孩子，和咱爸咱妈说过几句话，你明天是不是坐飞机又要走了？你就搁那跟我装吧你。是过了年以后我在家的时间是挺短的，陪你们时间也不长，但是我知道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是你的老公，我是这个家的姑爷，我知道我身上的担子有多重，我身上的责任有多沉，我得照顾好我的儿子，我得照顾好你，我得照顾好全家人。不是着秘书跟你说啥了？说我买机票了是吧？你以为我买的我自己的机票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买的全家人的机票。去年一年我生意做得多好啊，我挣钱了，我知道爸妈在家里上岁数了是吧，挺不容易的，你照顾孩子也挺辛苦，大姐大姐夫工作上都挺忙，小米粒儿也到现在没对象呢。我就想大家伙一块到海南去度个假，那看来你们都不愿意去海南，你们都愿意去那叫什么地方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达格斯，对，咱就去那儿，咱看食人鱼去还不行？谢谢二姐夫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这是真的吗，老公？
怎么还不是真的呢？这我机票我给你看看呀。那我错怪你了。但是老公，咱能不能不去那什么地方来着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那地方没信号。二姑，你们去那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给我也订张票呗。王小倩，这我们全家都去那什么地方来着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你跟着瞎唱啥呀？我也需要陪伴呢。王小倩，你说的太对了，陪伴，其实人人都需要陪伴。街坊邻居们，你们记住，你们的孩子，你们家的老人都需要陪伴。王小倩啊，天一亮我就给你订票，你跟我们家人一块儿去。谢二姑父，咱们就去什么地方来着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出发。媳妇儿，收拾东西。收拾东西，收拾东西。这地方怎么这么难记吗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。出发。